Hello guys, welcome back to CISM Taiwan Channel. 今天我们要介绍 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, VCC, 牙科技术科学课程。位于加拿大西部的 VCC 是一间提供顶尖文凭课程的学校。学生能够在为期两年半的课程中获得实作训练。作为牙科技术专业的学生，你将学习利用传统及数位技术去设计及制造牙科设备，像是牙冠、牙桥、假牙矫正、运动与夜间牙套。通过理论学习、演示、模拟、研讨会、小组合作、案例研究、专案制作、实验室实作和实习来促进学习。所有课程都在设备齐全的 VCC 市中心校区里牙科实验室进行，设有干湿实验室，并且小班制教学，另外还设有 3D 电脑扫描和数位设计教室。这个课程旨在透过实作经验累积专业技术能力，欢迎透过线上咨询或是预约 VCC 专员获得更多资讯。